近日，诗人余秀华被曝在一场直播中与丈夫杨朱策发生激烈争吵。你昨天晚上打我的主意，你拿凳子砸我的手，你干我呀！别人知道你喝醉酒了，把所有的料都撂在裤子里吗？你别骂我！你说任何人我都可以受得了，你说我女儿是，我就受不了。网传视频显示，余秀华称自己被丈夫掐脖子，还在丈夫手机上发现别人发的暧昧短信，而杨朱策则指责余秀华辱骂自己的女儿。7月6日晚间，余秀华发文称杨朱策已回神农架，感谢其8年的陪伴，疑似回应此事。